好，那通过第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了一些，来接着来看第二个短片。我现在年龄有点大了，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感情经历，一共有三段短暂的爱情，最长的三个月，最短的也就是一个月。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花言巧语的人，但是我是一个实实在在对你好的人。因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找结婚对象，所以以下四点我必须坦白。第一，我不能给彩礼，因为我不想让我妈有太多的经济压力。最后一个女朋友就是因为谈彩礼分手了。第二，要接受我是单亲家庭，因为我从小就跟着母亲生活，父母离异了，之前看过很多对象，就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就不跟我处了。第三，要接受我倒班的工作性质，因为我是一周白班一周夜班。第二个女朋友就是因为我工作时间太忙没有时间陪而导致分手了。第四点，我不想找属羊的女朋友，跟我属相般配的有虎、牛、虎、蛇、龙，我希望遇到这样的女孩。六号大圆圆，刚才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你们都没发现，就是小伙来灭灯的时候，我俩确认过眼神，得有3到5秒钟。哎呀，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会渐转身。我对这那一刹那是想看你脸到底有多大。不是小伙，小伙，咱真就是这么认为的，咱也不能这么说。亮亮啊，那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就是牙大的也不行，脸大的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脸大不大？你觉得脸大不大？脸不大，不大啊。其实他好像标准没有那么高，只不过呢，他跟女生接触的过程当中太实诚了，说话太直。嗯呐，就是实。老王说的对，就是太实。你说我其实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想看看，哎呀，你长得还是挺好的，你看这多舒服。但是你实际的目的就想看看他脸到底多大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十三号雨烟，小伙，我特别好奇一件事，你的年龄在这呢，然后母亲也给你相亲相那么多，一个都没有看上的吗？我看上过，然后没追到手，因为追女孩吧，我追了几次他们不配合，我就放弃了。什么叫不配合？怎么配合？比如说我追过一个女孩啊，我去找的时候她会说啊，抓紧开车快点的，如果来晚了吃饭咱们晚了我就会长肉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真心的想跟我处对象，她不是特别喜欢我，因为正常女孩会说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啊，说点这样的话。你觉得她不诚心啊？这我就是追过的女生，我喜欢的啊。经过几次这样的追求吧，都没有成功，后来我就放弃了。我觉得谈恋爱好像不是追就能追成的。他刚才说的那个词儿说得好，不配合。是我追求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不配合，这事儿就不行了啊。现在是场上16盏灯都灭了啊，好像有点失落是吗？是啊，灯全灭了。灯全灭了啊！咱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，赶紧连线一下亮亮妈吧，咱俩得跟人道个歉呢，这嘱托没完成啊！来看一下第二现场啊，亮亮妈妈，你好，大姐，燕子，哎，听见了？我还没看着你真人呢，是吗？一会儿就能看见了。我太想看看你和燕和老王了。那咱们叫过来吧。好啊啊！大姐你过来吧，大姐你过来吧，那这都看见我了，太想了啊！来吧啊！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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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姐刚才在第二现场一直看着那个亮亮的表现，觉得今天表现咋样啊？我这太实在是吧？太实在，太实在了啊！再委婉点儿好像比较好吧？那大姐啊。我看你咋过来还带一个笔记本过来的呢，这是干嘛的？抄来的吗？啊，在牡丹园抄来的呀。啊，来我们看看啊，所以我调过来看看。牡丹园抄来的吗？啊，到礼拜六我就愿意上牡丹园，只要我有时间我就愿意去到那看看。啊，好，给大家看看啊，看看这些抄的啊，名字呀啊，多高个儿啊，属啥的呀，一个月挣多少钱呢、啊、然后呢是本人啊还是爸妈呀，然后都得画上条啊。哎呀，这都你看，这都是，哎，这画横的都画下去的，这是咋的了
啊，这是我打电话啊，确认过对方不干，不同意啊，不同意的都画去了啊，没希望就画。那画圈里面是叉的，是咋回事啊？这个是啥的？啥意思呀？这个打过电话，家长说的，跟女孩商量，等消息。啊，直接挂掉的是连戏都没有了，这个呢还能等一等啊，还有打过条的，这就是申请的了，还有一个问号未验证的啊，还有呢是等待通知的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，这误对什么事儿都有的，确实是多，都好几个月，得有半年的了，半年的了哈，就确实是真操心呐啊，小小一个笔记本啊，看到的是一个妈妈急切的心呐。但是大姐你放心，亮亮啊绝对是个好小伙，这工作当中一丝不苟，能感觉生活习惯也非常的棒，唯独缺的就是跟女孩沟通的机会，所以导致亮亮尽管35了，但王哥能看得出来你不懂女孩啊，是不懂啊，有个捷径可以走一下，多看点全程热恋，多去找一点里边的捷径，里边的窍门，我觉得下一次再有机会的时候能把握得住。亮亮，我跟你说，你王哥不是在给你宣传这个节目，是因为真的有好多就是没找着对象的，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分析男孩怎么想，女孩怎么想。你看，就像你刚才你说那女孩告诉我快点开车，半小时就到，然后我再晚了我吃饭我就得胖了。你说我觉得她不喜欢我，其实有的女孩不一定是这样，她可能是李大牙那个性格呀，她可能就是黑鸭那个性格，她可能就直接，她说不行，我现在正减肥呢。你快点到啊，然后咱俩快点吃，吃完了之后我跟你一起遛弯啊，一起看电影啊，可能是这种表达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就会分析啊，有这个类型的姑娘啊，有那个类型的姑娘，她是那么想的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女孩的心思可难懂了，我猜就感觉处对象特别累，但是呢真要是走进婚姻了，两个人一起去支撑一个家，你会觉得这里面乐趣无穷，对不对？所以还得在这上面下功夫，去琢磨琢磨女孩。我觉得我儿子要是真正结婚了以后，过日子方面，那是个好样的，是个好样的。对啊，谁要跟我儿子了，那是没错。好，来缘分天使啊，缘分姐，好。